七年级上册《道德与法治》，简称政治啊，在外小时候这本书叫政治。我们来看第一课啊，第一课的话是中学时代。有人说中学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有人说中学阶段是人生成长的十字路口，有人说中学阶段依然是懵懂的孩子。我们说中学生正在长大成人，有人说中学时代离职业选择还很遥远，我们说中学时代要早早立志。我们的中学生活会怎么度过呢？是平淡无奇、抑郁，或者是精彩呢？啊，我们跃跃欲试，中学我们来了。大家可能说，那小哥我才小学，你给我讲中学是不是太早了？有人说，那我都高中毕业，我都大学毕业，不如读不到岗位，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你学过的，那就当复习功课，回味一下童年；如果你没有学过的，你就当提前学习，好吧，朋友们。有人说，那小哥你们救命啊！那小哥你别讲课了，没事，兄弟们啊。在这里我就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课也不是白听的，我会在讲课的过程当中随机提出问题，我看谁第一个答对啊，奖励你十个车币，不让你们说听课无聊，不让你们不学习，我有奖学习。我看你们谁再敢反感学习，我就要调动你们的积极性，让你们做一个好学生，不要整天就是看什么就是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，多无聊多无聊，对不对啊？学习一会儿，放松一下，每天十分钟。啊，这个继续讲中学戏曲。中学戏曲来，啥也别说了，兄弟们，先来提问一个问题啊，注意听了啊，继续补课，来，头大了没事儿，我让你头大，先给你抽个奖，快点立刻马上告诉我，你现在上的是什么学，上学的打小学初中高中大学，工作的打工作，快点，我看谁第一个打。我去，这才出来了，我才小学，你这不能算哥们，我没问了你就出来了，你这不能算，你那个不能算哥们。我六年级，这个是真的，哥们，但是你的名字太假了，哥们，你的名字不用看，绝对是假的，哥们，你这绝对不是 Q， 你改错名了，哥们。大学啊，这个是有效，这个说大学的是有效，那个刚刚那个小学的哥们，你那 Q 号一看就比个手机号还要长，13、14位数，绝对是假的，哥们，你那个是无效的。那个，看我给你查一下，12345678910113位数，你太硬了，哥们儿，你再硬啊！来，我们给他出个 Q 币啊，12827043344，对不对？我让你们不学习，我让你们不学习啊！我先送10个 Q 币啊！我看你们谁敢不学习！一会儿再问我就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了，我就要问我讲的课里面的内容。你如果不认真听课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可能中奖的。1028，不是12827043344，好了，10Q币啊，10Q币。博士后，你怎么可能博士后？哥哥，你又在吹牛。你要是都博士后了，你能教教我怎么学习吗？我初中毕业上了个技校，你竟然跟我说你是博士后，你太讨厌了啊！来，我们继续讲。好了啊，这个抽奖环节跳过去，一会儿我们讲着讲着再抽啊，不用慌。新的起点，金秋中月，我们告别小学，满怀希望的进入中学校园。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中学生。哇，妈妈，我以后就成初中生了，以后就再也不用说我是坑货了，再也不用说我是小学生了。对，太好啊。研究分享，请用不同的词语和同学分享你对中学生活的初步感觉。说实话，他这个书上说了有三个词儿：新奇、兴奋、紧张。确实也是我当时刚上初中时的感觉。我当时对初中并不新奇，并没有新奇的感觉。但是有紧张的感觉，兴奋说实话也并没有太多的兴奋，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啊实在是太紧张了。因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长得太帅了，我就想要是到了初中那些学姐学妹都爱上我了怎么办。那陈哥你真糟，你能不能好好讲课了？好，我们继续讲，继续讲。真的可紧张了，我就怕那些学生喜欢上我，学生喜欢上我就算了，老师也喜欢我就怎么办？来一场不分手的师生恋爱。好了，有人说伤感歌曲，我换掉了，已经换掉了啊。我们继续讲，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回味一下啊！如果还没上过的话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对中学是怎么样的感受呢？对不对？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幻想呢？都可以想象一下。不过现在这个没有奖励啊，我们继续讲。我这个鞋都是小问题，不设奖励，一会儿再设。中学生活把我们带进一个别样的新天地。富有挑战性的课程，新奇的实验器材，丰富多彩的社团，新校园，新老师，新同学，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上。这句话说对了，说实话，大家知道吧？这句话说对了。我初中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我上了初中才拥有第一个书包。
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，那整个小学六年，包括学前班，一共七年，上学背着书包全是妈妈做的那种，用那种布条条、布条、竖条，亲手缝的那种书包，懂吗？因为小学家庭实在是太惨了。大家不要说那这个，你现在看起来很厉害呀，很风光，很有钱呐、啊，这是后来的，好吧？初中不是从小学、初中，包括上中学的时候，上技校的时候，都是很惨，家里很惨的，很穷，知道怎么？真的，家里条件很一般，买的书包根本都买不起，用的都是那些旧的。他说的这个新起点让我最印象深刻，就是自己的第一次，懂吗？就是说你有哪些第一次呢，对不对？你有哪些第一次？比如说我刚刚说了，我有一个这个第一次新书包，朋友们，快点抢答吧，你的第一次是什么？快点，老公，快点啊，哈哈哈哈，那整个3180167587第一次初恋，太脏了啊！不过恭喜你，年轻人，你中奖了，哈哈！你第一个回答的这个问题是 Q 币啊，恭喜你！对面同学们，什么第一次都是可以的，每个人会拥有很多次第一次，包括第一次初恋，这也算。哎呀，我好羡慕你啊，哥哥！人家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，你怎么能在人家面前说这种话题？你可脏了啊！不准在我面前再秀恩爱了，再秀恩爱我就给你生气了啊！3180167587，哎 ，OK 了，是个 Q 币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说上课是一个很枯燥无味的过程呢？我们活跃起来呀，对不对？互动起来呀。可能你在上课的时候会感觉到枯燥，是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带入到这个课程当中。有些时候你跟老师不让你互动，不让你回答，你也可以在心中默默的与老师互动，知道吧？在说的是你们在上课的时候，不是在咱们直播间，在咱们直播间的话肯定是畅所欲言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话对的啊，答对的啊。来，十个合并，知道吧？畅所欲言，活跃活跃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劳逸结合，劳逸结合，不要枯燥无味的去学习，那样子是很没意思的。我们要劳逸结合，来继续讲。我看直播间就很活跃，对不对？说明你们都是一个啊好学生。有的人说那哲哥，那我成绩很好，我当然是小学生了，不是，我当然是好学生了。那又有人要说那哲哥，我成绩很差，我算什么好学生？错，成绩一时的差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小学才只是一个刚刚开始，初中又能算什么？包括高中也只是你的后期的起步之处。当然了，高考的话就比较重要了，大学就基本上定型了，就只要你肯努力，你就会成功，你就能学习好。笨鸟先飞找人，只不过有人说，哎，我很努力，我一直都在学习，但是我就没有成功，我就没有考好成绩。只是说，可能你没有找对途径，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方法多多的呢，为什么会有这句话？失败乃成功之母，铁杵磨成针。只要肯用功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对不对？只要肯那是什么什么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，对不对？这些话都是古人的名言警句，都说明了一件事，你只要努力，是肯定就会变好。至于变得有多好，这个不敢保证，但是肯定会往好的一面发展，好吧？不要想得太消极，我相信你就是下一个清华大学全年级第一啊！下一个市长也是你预定了，我已经给你预定好了，下一个市长就让你做，没错。看，我继续讲。开学以来，我在学校里经历了很多新鲜事，我和同学参观了校史馆，语文老师给我们开创了一节常年课，还让我们组织了班委会，定制班规和班训，设计班规，不挂栏也贴满了社团招募新成员的启事。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社团，社团好像是到高中跟大学才有的东西，来了吧？阿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害我这么喜欢你？哎呀，可怜死了！你再说这种话，我今晚上就不让贴美睡了你，我亲自去找你搞基。成长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中学时代是人生发展的一个新阶段，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却可以成为我们一生奠定重要的基础。这句话又讲得很对，为什么这样的说呢？因为我深有感受，代表因为我深有感受。说实话，在这里我也不怕你们笑我，其实我这个人的学业生活很短暂，学前班一年，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，还有两年的中专技校，其实很短暂。你们可能会拥有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，包括研究生同学，对吧？而那条哥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其实我的记忆一直存留在初中生活，真的。技校的话就比较一般了，说实话比较一般了，不能说没有印象，有印象的也就那几个人。但是我对初中的同学，其实我说了你们都不相信，我能把他们挨个名字都给你们叫下来。而且初中的生活就比较纷争多态，因为你只有初中才算你是真正意义上的与陌生人打交道，小学并不算，因为小学不需要任何的思维，不需要任何的想法，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尔虞我诈。但是到了初中有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些心机婊，别有心机的人暗算暗箭伤人，表面
面一套背后一套，面子上跟你说是好兄弟，背后老师那边举报你。报告老师，垃圾桶的那个瓜子就是他扔的，哈哈哈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那个初中啊确实对我印象很深刻，你们也肯定会有深刻的时候，只不过后面你们还会有高中也有大学更加深刻的地方，所以说你们渐渐把初中淡忘，而辣条哥确实一生都生活在初中阶段。其实我有些时候特别怀念我的初中生活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初中的时候如果我能搞一个女朋友是多么的好的事情，但是、不能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初中我们还小，哎，我们就是要好好学习，等我们到了高中大学之后再说谈恋爱的事情，高中能不搞也不搞，到了大学之后就没有事了。因为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说是大学啊都允许结婚的人去上大学，说明是大学对这个感情方面的事情就不再拒绝，也就不再做什么限制了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什么刚交电费，吃不饱，吃不饱鸡翅，对头，发个亮点，真的朋友，真的不会讲什么。来，我给你们设置一个问题，我想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奇的关于初中的问题。我已经想到了，兄弟，我已经想到问题。来，我们再问这一个问题啊，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不问了，时间已经超了，已经超过十分钟了，来吧。我们赶紧结束今天的政治课，然后我们就准备放红包下直播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朋友们啊，注意听咱们抢答啊！初中你最喜欢的课是哪一门？快点，这么简单的，快点！最喜欢什么课？快点，最喜欢上什么课？快点，什么语数外什么东西的？快点，哎，出来了！你看人家的手速多快！辣家军10702254060啊，物理课啊，一看你就是一个理科生啊，辣条哥就不行了。有的说辣条哥，我是个小学生，我没上初中，我怎么热爱初中的课程？语文数学啊，对不对？你小学语文数学也学过的好吗？有地方，哎，不对，现在好像有英语，我小时候没有英语，现在应该也有英语了，那都是，对不对？哎，都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语文数学也算，对吧？又不是非要做一些高级的课程。来，我们给他穿投币啊。完蛋，手机死机了，稍等两分钟，手机又死机了，就尴尬了。你看，手机动不动又死机，这个手机老是这样子。那算了，那我们那个，重启一下手机，然后来给他充下投币。